你这个机器人，还开时尚杂志？我在学习你们这个时代的时尚元素。身为恋爱型机器人，有义务提升自己的衣着修养，让自己形象完美的出现在另一半面前，不好吗？嗯，那你别看着我说啊。另外，我还有情感模块和学习程序，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出你的情感缺失，然后通过恋爱技巧。 来弥补你的情感空白，让你得到永恒的甜蜜爱情，这些也是恋爱型机器人的使命。不用 ，No，Thank you。但是我不需要，你爱咋咋地，你千万别顾及我的感受。如果你没有特殊需求的话，我就按照当下最流行的霸道总裁模式来和你相处。什么模式？霸道总裁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你有鱼塘吗？也没有。那你霸道个屁啊！